在你眼前的是莫艾拉，黑铁氏族的摄政女王。注意你的言行。我的儿子有一天将统治黑铁氏族，又或是整个铁卢堡。不只需要我们的魔法，还有我们的力量。我们要开门了，另一头听起来有一大群敌人在等我们，提高警觉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
我需要目标。需要靠近他，他太远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靠近他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回去黑铁镇集合后确认伤亡人数。我的儿子有一天将统治黑铁氏族，又或是整个铁炉吧。
铁炉堡不仅需要我们的魔法，还有我们的力量。你接近我有什么目的？小心点，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。他太远了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
保持警戒，圣光会带来胜利。黑铁氏族的摄政女王，注意你的言行。我的儿子有一天将统治黑铁氏族，又或是整个铁卢堡。你的决心有多深呢？我没有目标。你的血液里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
没有目标。在你眼前的是莫艾拉，黑铁氏族的摄政女王。注意你的言行。你接近我有什么目的？小心点，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。国王的高贵取决于他内心的信念。摄政女王索瑞森，能再次见面是我的荣幸。我也很荣幸，国王。你在三权议会中代表黑铁矮人，维护了铁卢堡的秩序跟稳定。虽然黑铁氏族以独立自主的精神闻名于世，但黑铁氏族的坚毅跟忠诚也是众所皆知。我们却一直没有正式邀请黑铁矮人加入联盟，希望你们能原谅这种粗心的错误，并且允许我修正。啊，好国王，不必流于形式，别在意。黑铁接受你的邀请，为了联盟，为了联盟。